小丑和哈雷是青少年了。来拉力路的频道观看他们的校园冒险吧。去除旧的妆容，在脸部、手腕和脚部涂上颜料，把小丑的头发涂成绿色，画上蓝眼睛和深色瞳孔，添加高光和一些纹路，然后开始化妆，把几缕头发染成亮色，再把眼窝画得更明显一点。小丑的身上有纹身，他在小学的时候就有了。用白色丙烯酸漆涂满衬衫，靴子涂成黑色，用泡沫纸剪出锋利边缘的衣领。小丑穿黑色的裤子，用泡沫纸剪出吊带和皮带，环扣可以变成带扣。小丑穿好鞋了，现在他只需要他的夹克，它像手套一样合身。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些金属配件，在背面加一个带骨头的头骨，剪一根配件链，然后把它和手链吊坠一起安在皮带上。学校当心点，我要让你看看谁是高谈高中最酷的孩子。我们来做他的同学哈雷奎因，梳头发，加一缕蓝头发，然后扎两条马尾，去掉嘴唇以前的妆容，涂上眼影，一只眼睛蓝色，另一只眼睛红色，把眉毛画成这样。哈雷涂了鲜红的口红，用星星纹身和单词装饰脸部，画一个白色短款上衣，把顶部涂成红色，并在袖子上涂上五颜六色的条纹，就像他的妆容一样。用宽绸带做一件漂亮的迷你裙，在腰部做出松紧，用皮带盖住接缝。哇哦！把普通的玩具鞋做成运动鞋，涂上黑色丙烯酸漆。我准备好去聚会了！哇哦！玩具手榴弹和突然的爆炸，这就是哈雷和小丑在一起的原因。这对夫妇有他们自己的浪漫想法。让我们做一个背包，拆掉一个旧的灯泡形状的小笔刀，然后取掉一半，在黑色泡沫纸上画出轮廓，然后剪下来，选一个拉链粘上去遮住轮廓。用厚泡沫纸盖住背包的顶部，剪出两条带子，然后用按钮连接它们，使用头骨作为拉链，用银色丙烯酸漆画一个网格，将扣环粘在顶部，从茶蜡中取出金属边缘，把它粘在上面。小丑的书包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一支玩具枪，几枚炸弹和一个巫毒娃娃。看起来他的父母没有检查他的书包。哈雷该背什么包呢？从旧化妆袋中取下拉链部分，像这样粘住它，然后把它向右转。拉链完成，用配件链做背带并挂上骨架，用贴纸装饰。如果我有一个糟糕的一天呢？听到我的同学惊叫太有趣了。让我们为小丑做一个饭盒，拆下两个金属盖的侧面，用泡沫纸条盖住其中一个，然后将底部与盖子连接，从空心电线和一根小电线上剪下一条，烧一下边缘，在底部沾上火焰，画骨头和头骨，写上卡蹦，
用红泡沫纸剪一块牛排。别忘了餐具。切出三块软木塞来为哈雷做一个午餐盒，在其中打一个洞，安在另一个上面，把第三个做成盖子，用白色条纹和红色钻石装饰午餐盒，中间画个笑脸，用串珠拼出怪物。在里面放一个美味的汉堡，全班都在自助餐厅。哈雷拿出他的午餐，小丑知道该如何吓人。那是一块生肉吗？我们只需要一些番茄酱。哦，浪费了一点，但正好击中目标，哈哈！食物大战，不错，接住这个奶酪。你应该来点肉。嗯，这真的太好玩了。做一个铅笔盒，把吸管分成几个部分，涂抹胶水并封住底部，盖上盖子，上面写着哈哈，但里面放了什么？让我们把这些颜色放进去。当一个优等生在黑板上回答问题时，小丑正在莎士比亚的肖像上画画，哈雷也在发挥他的想象力。嘘，当老师站起来的时候，我要把一只蜘蛛放在这里。啊！这些朋克又把我的课堂给毁了。在泡沫纸上描出剪刀环，我们做了一个一样的，用标记笔画出更小的圆圈，剪下来。我们总共做了六剪，一边做红色耳机，另一边做成蓝色耳机。我喜欢重摇滚，这首歌是真正的炸裂。学生们在美术课上画静物画，哈利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哦，画出来的跟实物看起来不一样，但它很适合这首歌。哈利，你画的是什么？你要画的是葡萄，绿色的葡萄，我给你加上去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艺术。啊，它画在我身上。我怎么可能接受你的建议？你的作品需要一只蜘蛛。哈哈，为化学实验室制作管子，将航空管剪成几条，用热胶密封边缘，添加标记，用蓝色纸板做一个底座，所有的试管都到位啦。从螺旋吸管中切出一个线圈，并连接两个高大的管子。实验进行得很顺利，我要戴上这个试管。轮到小丑前，化学课很无聊。我们现在研究哪种化学反应？告诉我，你自己会告诉我的。我们来做个实验。小丑开始把一些粉末倒进一个大管子里。他又来了，要发生什么了？跟这个巨大的泡沫怪物打招呼吧。太过分了，去校长室，现在。用打印的书套制作书籍，在外面画上首页，用丙烯酸漆涂背面，将打印的页面放进去。这些书要放进学校图书馆了。从铝罐中切出金属板，粘在矩形上，并弯曲边缘，切一个口，粘在号码上，并用贴纸装饰。哈利，我给你做了一个礼物，我们回学校吧，我把它忘在更衣室了。
在这儿。哇哦，是一个巫毒娃娃，太棒了，谢谢你。你怎么敢偷听我们说话？你是蝙蝠侠的粉丝，我也会给你一个惊喜的。嗯，我讨厌小丑，看看他们俩。给我们的视频点赞、订阅拉力路频道，并打开提示铃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啦。